就是坚哥呢，对他们下了禁爱令。有必要吗？你这人老土哎、欸！真的，谈恋爱 OK 的啦，真的 OK， 但是要经过我同意，因为我是恋爱王者，真的。就是你们可以问我，我会帮你们，就是告诉你们他可不可以。好，我们先看向前方。有必要吗？你这人老土哎、欸！真的，谈恋爱 OK 的啦，真的 OK， 但是要经过我同意，因为我是恋爱王者，真的。就是你们可以问我，我会帮你们，就是告诉你们他可不可以。哦，所以陈琳，你觉得女团谈恋爱没关系，不会影响到工作？我是不会啦，那你们会不会我就不知道了。但是我觉得成长的过程，恋爱是必经的啊。对啊，我也是这样子过来的嘛。哎呀，好，所以其实谈恋爱对于你的工作表现上面，反而是会让你更有一个心灵稳定的力量。不是，因为我比较理性，那我觉得我会需要在私生活当中，我还是希望有人可以跟我分享我的喜怒哀乐。但在工作成就上，尤其他们这么棒，都有这些团员们陪他们一起，那有他们一起。我觉得在于公于私都可以有人陪伴，这是最好不过的。对，但是就是谈恋爱可以，但不要公开，跟我讲就好了。所以陈琳是在传授他们，教他们怎么来防堵詹哥禁爱令的一些小技巧吗？詹哥应该没有高兴哦。人太多了，下一张我要找接。哦，詹哥说现在九人太多了。下次可能会少一些人，反正就是跟詹哥都说没有谈恋爱，但是可以跟我诚实，好不好？那我真的不希望他们那么早，因为他们刚进来的时候就说你们想要做这一行，你们踩在你们梦想上，你们眼光不一定这么确定，而且你们现在是艺人，有很多的状况你们不太了解。那已经谈了的呢，就算了，希望快分手。还没谈的呢，就不准谈，尤其是几个我知道的。错过定时的，对，感觉电力比较强的，我都会特地的要电力配函啊这一种，电力比较强的，我都有特地警告他。